步行不变，左手以桡骨侧，两臂桡骨侧为力点，右手猛然往后拉，收于右腰际，长利刀削竹，左右两下呈利刀削竹，要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呈上式，步行不变，左手以左前臂桡骨侧后向前推削出，同时右掌收回至右腰际，先左后右两下呈利刀削竹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左掌理旋向前飙出，右掌贯拳，掌心向下收于右腰际，左右两下呈将军出剑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左掌外旋呈鹰标掌叉出，向前表出，右掌外旋使掌心向上收于右腰际，呈左将军出剑，左右两下呈将军出剑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式，步行不变，右手里收，左手向外推出，置于胸前，两掌经过沉腕作结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右掌外旋往后回拉，左掌向前推出，两掌呈经沉腕舵结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外摆，左脚提起，向前上一步，呈步钉步伐马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做蝴蝶双飞，使两掌心向上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右脚外摆30度，随即提起，左脚上步，呈左步钉步伐马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使掌心朝内，然后向左向右拨出，拨开，使掌心
朝上，呈蝴蝶状飞，演示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左内右外，然后向下拨出，呈左外右内，向下向左拨开，呈拨水求鱼，使两掌心向下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右外左内，然后转掌呈左外右内，两手向左右两侧分别拨开，使掌心朝下，呈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以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上方用力顶出，使掌心朝下，呈金钟罩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呈上式，步行不变，两手以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用力顶出，两手形像金钟一样，使两掌心朝下，做金钟照地，两眼朝前平视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，在胸前以尺骨为力点，向里加劲，使两掌心朝里，左手在外，右手在内，目视前方，呈白鹤剪翅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呈上式，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，由外向中加劲，左掌在外，右掌在内，两掌心朝里，呈白鹤剪翅，目视前方。以右前臂尺骨侧为力点，往里推，右手左手往回拉，置于右际，然后左掌向前里收，右手回拉至腰际，
左右两下，长利刀削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，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 步行不变，右手以前臂尺骨侧为力点，往前削出，左手往后回拉至左腰际，先左后右分别做两下，长利刀削足。 步行不变，左手往回拉，然后外旋，收于左腰际，右手外旋，长阴标手向前插出，长左右两下的将军出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。 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步行不变，步行不变。左手外旋理收至左腰际，使掌心向上；右手同时内旋，使掌心向下，向前表出，做右左分别两下。 长将军出剑，要目视前方，长上势，步行不变，左手外旋里收。 右手由后向前推出，两掌心分别朝上，然后经过陈腕作结，使两掌心相对，目视前方，呈双肢招扬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。 再做一个说明，呈上势，步行不变，左手外旋，里收，使掌心朝上，左手右手由后向前推出，使掌心朝上，两手同时经过。 转腕、沉腕、坐结，长双肢招扬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外摆。 随即上右脚，呈右布丁布巴马，两手同时外旋，使掌心朝内，交叉于胸前，两手外旋向左向右做蝴蝶双飞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眼朝前平视。 现在，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左脚外展，随即提起，右脚向右，全部呈右布丁布巴马，两手外旋，使掌心朝里，交叉于胸前。 从里。
向前向外，拨开隔开，使两掌心朝上，呈蝴蝶双飞，眼朝前平视。步行不变，两掌上扬，右内左外，两掌心朝里，相交于胸前，后转，两掌以鹤拳向下向两侧拨开，使掌心朝下，长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再做个说明，步行不变，两手相交，使掌心朝里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同时往然后外旋，向下向左右两侧拨开，使掌心朝下，长拨水求鱼，两眼朝前平视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以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顶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呈金钟罩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步行不变，两手以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用力顶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手型像金钟一样，这叫做金钟罩地，要目视前方。长上势，步行不变，两手里收长鹤翅掌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向内加劲，左手在内，右手在外，两掌心朝里，目视前方，长白鹤剪翅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，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，外旋回收，向内加劲，使两掌心朝里，呈白鹤剪翅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左手里旋，以尺骨侧为力点，向前挑出，右手收于右腰际，掌心朝上，先左后右，分别两下
旁利刀削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左手以前臂尺骨侧为力点向前削出，右手往后回拉，使两掌心朝上置于右腰际，然后右掌向前削出，左手回拉在左腰际，长左右利刀削足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手外旋往右里收，置于右腰际，左手里收，使掌心朝下，向前飙出左右两下，长将军出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右手外旋回拉于左腰际，使掌心朝上，左手内旋向前飙出，左右两下长将军出剑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手外旋里收，左掌向前推出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转腕作结沉腕的动作，使两掌心斜朝上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右掌外旋，手同时左掌外旋前推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沉腕作结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